村长就送你们到这儿了，你们的任务要自己去完成了啊！要不要糖葫芦？糖葫芦，三二一，就吃酸的，我可以吃啊。 漂亮糖葫芦。嗯，那是鱼。小朋友，你要买什么？这个有这个鱼，我爸爸的。哦，你要这个鱼呀？来，你看一下啦，要多大的？啊。 那你看一下，你自己来挑一个喽。哪有多大的？左右掉了。嗯，我看看，我带锁。我有5块钱，你看。这只是什么？那是螃蟹。 螃蟹呢？对，你看，它是会活蹦乱跳的哦。你看，哇，好漂亮，好像蜘蛛呀！啊，好像蜘蛛，它不是蜘蛛，它是螃蟹。嗯，它是螃蟹。嗯。要不要糖葫芦？哪有螃蟹？爸，是只螃蟹。哇，但是活的怎么办？活的怎么办？好啦。 我们不是来买这个的，我们是来买东西的。